前一段买的一本书，两本书，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哦，这个出版社比较差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看，然而很美，就是它这个封面就非常非常吸引人，它是讲爵士乐的，然后你看它是用一种蓝色的一个调子，整个一个蓝色的调子，然后让你觉得，然后。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创伤的感觉，然后又这个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直白，然后你能看到是一个、关于音乐的一本书，然后他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棒，然而很美，一听就是有故事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他的英文名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英文里边然而 but beautiful 这是不是也是表达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翻译的中文非常美，然而很美，他是用了很多很不同的文体，他也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记，也不是散文，也不是，他是就是一个自创的一个混合体，我就觉得啊很有意思，但是我读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一点啊，爵士乐有一部分是自发的幻觉，而蒙克弹起钢琴来就像他以前从未见过钢琴，从各个角度敲击，用走步弹，对他门槛飞快地划过琴键，仿佛他们是一副纸牌，手指在上面跳动，好像他们摸起来很烫，或者踉踉跄跄像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跟古典钢琴相比指法简直错得离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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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他的乐器是身体，钢琴只是一种媒介，让身体让声音能以他想要的速度和高低流出他的身体，如果你把其他的东西拿掉，只留下他的身体，你会以为他在打鼓，脚上踏着踩帕还是什么，胳膊此起彼伏，他的身体充满了填满了音乐中所有的空隙，只听不看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而当你看着他，就算钢琴独奏也会像四重奏一样完满，耳朵错过的眼睛能听见，他是写出了一种状态，写出一种气氛，他不是告诉你故事，他有一点故事，他是写了一种气氛， 就好像说我们去看了一个，就是我们想象、一个喝酒的酒吧是什么样子，哎，他就给你描述那个气氛，然后他用各种东西来烘托，来组成的这个气氛，我就觉得哦，非常，你就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他那个东西，就是他中间也有一些故事，他的故事也写得非常美，我看一开始的啊，路两边的旷野像夜空一样黑，大地如此平坦，如果你站上谷仓，可以看见一辆车的车灯仿佛地平线上的两颗星在慢慢向你靠近，直到一小时后它那红色的尾灯才幽灵般缓缓东去，除了汽车持续的嗡嗡声，一片寂静，黑暗是如此彻底，开车的人不禁觉得马路根本不存在，就像大灯是镰刀在麦田中劈开一条道， blah blah blah。他们像这样一起旅行已经有多少英里了，哈利在心里想，100万再加上火车和飞机，怎么样哈利，没问题，公爵，饿了，我的肚子从罗克福德就咕咕叫的，你呢？我还行，我还留了几个，就他有的是一些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很紧张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故事情节，然后用了很多这种，它有点像小说和散文，就在我看来有点像小说和散文，就是散文呢就是有堆砌了很多文字之美， 你可以欣赏那个文字之美，可是其实它没有故事，我们平常看的散文里面故事就很少或者很淡的一些故事，然后小说呢又大部分的故事情节，或者你太在意那个故事情节，你就没有办法欣赏那个文字之美，可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它两个一半一半，这样就是你能够欣赏那个状态，你也能够感受到他哦，他讲的是什么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整个看这个呢，我就觉得，当然里面的人也不是在喝酒，就是在抽烟，就是在喝大麻，或者就是在回忆，就是总之是一种好像灵魂跳脱和我们平常人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你看呢，你很容易就感受到哦，好像也是模模糊糊像做梦一样这种感觉，就是其实状态是非常非常难写的。
非常非常难拿文字来描写，就是拿那个图像的很容易写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哇在追捕啊，在凶杀案啊，你很容易能够拿图像呈现出来。可是那个气氛呢，你很难拿这种图像呈现出来，你拿文字描述或者有一个人讲述用声音是很容易才能够进入到那个气氛，因为气氛这种东西一定要加上自己想象的东西。然后就像这个，就像我们中国画的很多那种留白一样，和文字也是一样，就是有那个留白你才能够自己去想象，然后来丰富来丰满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影像无法表达的，无法触及到的，无法探到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他就写出了那种气氛，这个我觉得一般很难有人达到这个效果。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爵士乐，非常有意思。我后来就又买了一本他的英文版，我就看一下英文版，因为很多我们看到的中文版，就是这种翻译版啊，就是他翻译的时候，有的真的我看过真的很烂的翻译，就是他完全好像和原来那个故事完全不相干了，就不懂自己编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很多很烂，就是很多有人之前我们一开始喜欢那个村上春树，后来发现哦，其实我只是因为喜欢了翻译的那个人，因为喜欢他的文风。这个也是我其实不懂爵士乐，就我最早接触这个爵士乐就是有去了纽约就专门去听了他那些爵士乐的酒吧去听啊，也是不怎么听懂啊，觉得哦挺有氛围，然后后来发现他那个城市真的是有非常有这种音乐的这种亚文化的气氛非常浓啊，有很多这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哎非常非常棒。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啊，不能只有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啊，什么有钱的商人啊，就是要有一群人无所事事，然后又搞一些奇怪的东西，搞一些他们自己高兴的东西，然后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文化，这些人才会流传，不能说流传千古啊，它才会传播出去，才会这个城市才会有魅力。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棒。然后我回来就去买这样的音乐，然后我就去一个新加坡有一个地方叫 Adolphi， 有一个大楼，它里面就是卖唱机啊，卖什么唱片，然后也快拆了吧，因为没什么人买了。然后我里面就去里面仅有的两三家CD 店，我就进去，我就问，我说我也不懂是什么人的东西，我说有一种音乐，我说我想要那个场景，就是好像是战场啊，打完仗战场的那种黎明，然后都很安静，然后什么只有一个旗子低垂着，然后有风慢慢飘，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号，有一个号角，然后吹响，我就想要那样的音乐。然后那个人就给了我一张那个 Chet Baker 的一张 CD， 就是 Chet， 那个名字好像就叫 Chet。 然后我一听哦哇哇，就是我想要的东西。爵士乐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这样，就是它很能把你带到一种氛围中去。书也是一样，这本书呢，就是我觉得就它不会有压力，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下一个故事啊，紧接着他们后来被警察抓起来，哎，他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会有这种心理负担，你不会好像一直你想看一会儿啊，你那个状态，然后你可以合起来，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可以随时翻起来看，随时再放下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它这个封面设计也很有意思，就是西方的这种旧时代的书呢，一般就是它就是要让你读里面的那个文字，所以它的封面它就会放一个比较有味道的封面，然后主要是做一些设计，主要是让你看里面的字，然后它也没有太多照片，或者基本没有照片这样。然后可是现在后面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现代，就是它的照片很清楚，很吸引你。然后在更加现在的书呢，就是更加清亮，我要放很多的图片让你很容易读懂，然后让你很轻松，然后并不给你太多的这种晦涩的压力或者什么，就是越来越人们越来越吃不了苦了。哎，总之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爵士乐或者说可能是一个感受爵士乐的一个很不错的一本书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sing.